如今的感情越来越脆弱，甚至有很多女人出轨，这在过去是不敢想象的。那么如何才能发现自己的女人是否出轨了呢？就看这四个地方。一、接电话。如果电话响起，她表现得很淡定，大大方方的在你面前接电话，说明她没什么秘密。如果电话一响，她反应就很大，快速接电话，甚至不让你听到内容，躲着你去接，或者立刻挂断，都很可疑。二、穿衣服。以前她没有那么注意形象，如今却又开始打扮起自己，尤其是出门之前，这很有可能是爱上了别的男人。三、她的态度。以前她对待家里总是很细心，现在感觉就是在敷衍，对你不管不顾，对孩子也爱搭不理，这说明她的心早就不在这个家了。四、抗拒和你过夫妻生活。女人偷情往往是因爱生性，她们很难同时爱两个人，当她爱上情人，自然不会接纳你，也就不愿意和你接触了。现实中很多女人偷情，其实都是自家男人不够关心自己，所以男人们要杜绝这种现象，光防范是没用的，要学会关心自己的女人，